但是我说实话，确实镜子跟英雄太强了，在这种高手手里，实在是控制力太强了。这个巅峰赛，在我对面，我好难赢这个英雄。上把我是我觉得赢那种高手最近的一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镜这个英雄在高端局的统治力有多强？昨晚赖神一共遇到两把高手镜，不仅能轻松秒杀自带名刀的一星，就连打野杨玉环被他蹲到大招都开不出来。心态逆天了。这是赖神能赢高手镜距离最近的一局。八级这波上塔被木兰拔掉，赖神自然不会放过他。虽然大招被躲掉，赖神还是不依不饶，紧随其后。我靠！多拖一会儿吧。来到九级，阿离守塔被西施拉到，赖神赶紧传送到下路支援，大招捆住脆皮张飞。这波好不容易将他打死，一星刚放完大招，又被镜给偷袭。这一星这英雄太怕镜了，真的好怕镜啊！8分钟，赖神残血，塔下回城被打断，木兰加镜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此时队友也从侧面包夹过来，苏烈一个大闪将对面射手带走。这波团战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而赖神只能被迫观战。太难限制了，这个英雄。游戏来到10分钟，镜打暴君，赖神就拿主宰。由于镜很难限制，赖神方只能先防守，再寻找机会将镜终结。真的，我切了他特别久。完了，这西施真的很难拉。游戏来到18分钟，赖神换上复活甲，誓死守住水晶。一星最惨，再次被镜突脸。好在赖神比较抗揍，坚持到了队友复活后。开始撤退。
进攻。哎，傻逼镜，傻逼镜，这英雄太傻逼了，真的镜这个英雄确实有点猛，妈太猛了。收到。20分钟，别急，20分钟，风暴龙王，刚好风暴龙王大家打一波。20分钟还没等到风暴龙团，双方就迫不及待在中路打了起来。这波一星再次框住张飞和射手，而赖神这次选择先打前排，把大招给了张飞。开始撤退，收到，发起进攻。Fabulous。什么？哇，要退一下了，完了，坏了，我副驾没好。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。操，还是谁？哇，这么难打这个团战，兄弟！咱家有个血魔，等会回去其实还能守。抵抗血没有用的，你们不要老说抵抗血，跟抵抗血没关系是吧？西施这个英雄就是无视抵抗血的，知道吗？抵抗鞋被他拉控到的时间是一样久的，没有抵抗鞋我敲都敲不起来。先看一点。